在全国缺了三个多月的很久了，我觉得自己的韩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学习也没有以前紧张了。隔一时间，我喜欢和中国朋友聊天，我喜欢了解中国一般老百姓的生活。我发现中国人一般都有水饺的习惯，他们吃了午饭以后都会休息休息睡睡觉，一般水果都消失，也有的人只休息25分钟，我只半个小时，下午上班是精神很好。我认为中国人水饺的习惯不错，我是个水道里，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，中午休息，下午休息时间，的很短，一个只休息一个分钟，吃了午饭以后就只有20多分钟了，没有时间睡午觉。下午上班的时候很短，总想喝喝茶。我有时候也偷偷睡10分钟，我一个钟。现在在中国留学，我也有水饺的习惯了，真是抽象学术，但是水饺的方式，我有时候随时可消失的。午觉，时间紧张了，太长了，不是真正的中国午觉，比以前晚了。真不好意思，中国朋友告诉我，现在中国人生活基础比较快乐，处在他真正的在公司，住在他中国，住在他真正的中国人，在公司工作的中国人，也真正的不睡觉了，我觉得很遗憾。